次过来跟我详细说呀。行，我等着你啊。好嘞。咋的了？小区的井盖没盖好，掉进去了。嗯。跟小区的小朋友一起玩百变大咖秀呢。嗯。让业主给削了。没事啊，领导，是不是感觉特别委屈？不委屈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就是领导，这水平老高了呀。憋屈。来来来来来，快坐着快坐着。怎么了，田经理？出什么事了？刚哥。啊。五单元顶层不是新搬来个住户吗？啊，私自在楼上盖个菜园子，还养鸡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我寻思上去把这菜园子给拆了啊，结果还没等把菜园子拆了，他先把我给拆了。没事啊，我去看看去。喂，刚哥啊，你说我这正的经理去了都这样，你的副的去了，再把你给炖了，怎么的？他还是个厨师啊？谁呀？谁家菜？胖哥啊，就是他拆的我，我见他有点紧张啊。别害怕，没事，咱们是正义的，怕啥呀？理直气壮一些。干什么玩意儿？不是你贵姓啊？汪汪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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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汪汪汪，是吧？怎么？你们谁的这物业经理？我是副的。你是副的呀？啊，你副的跟掺和什么呀？哎，我副的。你副的，你有说话权利吗？不是我副的，怎么？你副的，你还好意思活着？哎，你副的，你一边站着。哎，站着。刚哥，刚哥什么刚哥？你说你一个正的老跟副的掺和什么玩意儿？凭什么拆我家菜地？你家菜地违建了。怎么违建了？哪儿写的违建了？哎哎哎哎！我说这位业主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我怎么厉害了？我就这么厉害，怎么的？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王旺旺啊？锅碗瓢勺，煎烤烹炸，刮过鱼鳞，烤过腰子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人会功夫，知道不？拉倒，你会功夫？我跟你说，咱这里边，我们田经理才真正会功夫的，人家是深藏不露。再说了，我们有规定，不能跟业主发生冲突。他有功夫，那当然了。你瞅长这样啊，跟电线杆似的，风一吹都得飘。我跟你说，啊，你有功夫啊？你那功夫在哪儿呢？你怎么照这样呢？谁给你塑造的？啊，你露功夫我看看，给哪去？去！副的，你过来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找正的吗？人家正的一天工作多忙啊，我找他干啥呀？刚哥啊，我回去换身衣服。咋的了？裤子开了。好汉慢走。来，你过来，咱俩聊聊。来，怎么的？你找我聊更简单了。你是违建，必须得拆。来，你给我拆试试。哎，来，你回来干啥呀？你真拆啊？你不是让我拆吗？你没挨过削是吧？没挨过削。你信不信我削你？我不信。你信不信？不信。你哎，你也练过呀？练过啊。不是，你是哪个门派的？蛋黄派。你这个门有点偏呐。你哎，别动手、啊、别紧张，蛋黄派这会儿不发功。你坐着，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位业主，你别老动不动就动手，咱有话好好说行不？我没想动手啊，我这不想好好跟你说呢吗？那行，你那是违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违建什么了？我就在楼顶上盖个菜地，怎么能违建呢？那是公共的地方，谁让你盖菜地的呀？再说了，你盖菜地你怎么浇水啊？浇水我就整个管子，我跟着大门一开，哗哗四面喷洒，怎么的？你喷洒啥呀？你上面浇水，底下不得漏雨呀？漏雨我愿意，楼上漏水，楼下淋浴，哎，我就好这口，咋的？不是你好这口，你再把楼下淹了，你不得给人赔啊？我赔什么？我赔？还我赔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收的水费算他赚着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我怎么就不讲理了？还有，你还在上面盖了个鸡窝，你养鸡对不对？养鸡怎么着？难道说我就想吃个绿色鸡蛋不行吗？喂养猪就算不错了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干脆别养猪了，你养只狗得了。养狗不行，养狗它汪汪汪影响我睡觉。那多好啊，对吧？它汪汪汪，你汪汪汪，你俩不正好配套吗？
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是违建，你必须得拆，明白不？我就不拆。我跟你说，明天就给你拆了。你拆我，我拆怎么的？我蛋黄派我还收拾不了你这个不讲理的人，怎么的？别动手！我跟你说，我是最讲理的人啊。你讲理？我最讲理啊！街坊邻居，你们说我讲理不？不讲理。谁？你看吧。哪个邻居喊讲理呢？他讲理啊，他讲理，他明天搬你家楼上去啊！啊，不就这小区，你跟着掺和啥呀你？街坊邻居，你们说他讲理不讲理？不讲理！你听见大伙怎么说你？好，好啊，街坊邻居，你们跟物业串通一气欺负我是吧？以为我没人哈？好，我找我大姨夫，让我大姨夫收拾你们啊！哎呀妈，你大姨夫谁呀？大姨夫谁？说出来吓死你！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。大姨夫。喂，大姨夫。你还在联合国总部开会呢？物业这帮人欺负我，大姨夫，你们过来再从联合国总部就回来了吗？啊，放心，没关系。哎呀，世界的事儿大。大姨夫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定注意身体啊！这两天变天了，鞍山那边挺冷啊。怎么样？厉害不？厉害！我第一次看到拿充电宝打电话的。怎么的？联合国产的怎么的？联合国产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大姨更厉害。我大姨。你大姨怎么厉害呀、啊？我大姨出门脚都不带沾地儿的。你大姨飘着走啊？我大姨出门买菜坐飞机，坐直升机。哦、哎。我告诉你，北航现在为了我大姨买菜方便，修一个直升机场。哎呀，你就吹吧你呀、啊。老公、啊。哎。老公。哎。来，刚才我跟你说一半。哎，等。什么玩意儿？干什么呀？没看我在说话呢吗？有你吗？不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旺旺。哎呀妈呀！听这名字要咬人似的。什么要咬人？说谁要咬人？不是，对不起啊，你别误会，他是我爱人，跟我说点事儿 啊。他是你爱人呢？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这对位，好啊，好。他违建了。在楼顶上盖了个菜地，哎呀妈呀，那不行！对呀、啊，他还养鸡呀、啊。那更不行了，违建必须得拆，你马上停！说谁违建？谁违建？你违建！你长得就够违建的了，你瞅你啊，上下一边出，像那煤气罐似的。我跟你说，倒了都不知道扶哪头。我看谁倒！哎，你是哪个门派的？蛋黄媳妇派，咋的？这怎么还出了蛋黄媳妇派了呢？都欺负我是吧？别跟他生气，你怎么还跟人家动手呢？你喂，媳妇儿啊，怎么的了？漏水了啊？像淋浴似的啊？没事，我住在屋家着呢。好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别秀恩爱了，赶紧的，我家漏水了，派人去收拾啊。哦，你家漏水了？对呀、啊，那不是个好事吗？怎么？你看。楼上漏水，楼下淋雨，你赶紧回家洗澡去吧。万一楼下的被淹了呢？那不正好可以收水费吗？我不能挡着你生财之道啊！这是好事儿、嗯。不是，我说你们俩非得让我大姨夫来收拾你们吗？不是，啊、你别老大姨夫的，吓唬谁呀？哎呀，刚子，就看他这样，他大姨跟他大姨夫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你大姨大姨夫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，哎呀，家里漏水都漏成啥样？小红，大姨，你小红，哎呀，你怎么他这个老公啊？老公，这咱大姨，看咱俩长得像不？那个像不像倒没法说，不是？那他是？我好像是你大姨夫。姨夫、哎，你看这，咱俩也是头一回见。你说我们这刚搬过来，还没通通风看你们呢。您跟我大姨俩过得挺好呗？好，俺俩太好了，俺俩都快成不是东西了。这话咋说呢，大姨？你老公呗，私搭乱建，还到物业来跟你大姨夫闹事儿呢。跟我大姨夫闹事儿啊？媳妇，你干啥玩意儿？干啥玩意儿呢？啊？我就告诉你，不让你盖那个菜园子，不让你盖菜园子，你非得整，你还养鸡，你瞅瞅这给我教的啊，跟个落汤鸡似的。媳妇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赶紧过去跟我大姨大姨夫道歉，快点的。大姨大姨夫，我错了，你赶紧派人把我家给我处理处理呗。那不行啊，
你大姨夫现在联合国的事还没有处理完呢。大姨夫，你把联合国的事先放一放吧，我家这要紧的先给我处理呗，行不？各位孩子都道歉了，咱就去吧。不是你不能走，从现在开始你就飘着走了，是吧？俺俩没有直升飞机，动不了地儿。大姨夫，大姨夫，你就别磕着我行不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呀。知道。第一，往后别吹牛，明白不？第二，别老光想着你自己那点小家，你得想着大家，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呀？不能太自私自利，明白不？明白。行了，等着吧，我拿工具帮你修去啊。这赶紧去！哎呀，大姨你太漂亮了，我一进门我就发现你可漂亮了。大姨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大姨夫呀可挺好啊，比你以前找那几个强多了。哎，不是媳妇儿，怎么回事？什么叫以前找的几个呀？哎呀妈呀，说漏嘴了，老公赶紧的，楼上还漏雨呢，有事儿了。哎，漏雨，快点，快点收拾。先休息啊，大姨。不是，你别走，媳妇儿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跟我说你是跟我是第一次谈恋爱，这怎么回事？对呀，我这从谈恋爱到结婚，就你这一个吗？他怎么说你前面还谈了好几？